田圭佑，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他曾经有过精彩的任意球破门，但是这个距离确实是有点太远了。还在布置着自己的队友的站位，门规佑自己果然是选择了直接打门，而这一次库尔图瓦同样送上了一次精彩的扑救。这个球越过人墙之后有一个急速的下坠，而且带有一点点的外旋，但是库尔图瓦他利用